真的台制步枪差不多3公斤，你刚说那把塑胶枪有3-4公斤？哇，这位观众真的很气耶！他是在说我之前开箱那把复仇天神的时候，曾经有在影片里面讲到那把枪把电池装上去之后，总重差不多应该是3公斤。但是老实说，我自己其实没有真正测过，不如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吧。没错，就是这把复仇天神。好，我们现在用我们出国的时候用的那种行李重量计来测试一下它到底有多重啊。好，先归零，拉起来。刚好就是3公斤，抱歉，没有要打脸的意思，我自己很意外，居然测起来刚好就是3公斤。有金门大哥，我是吴志。各位还记得我之前有拍过一支气息神射手的比赛吗？那我那个时候有说，只要那支影片的按赞数有高于10000的话，我们就再来拍第二集。结果呢，影片上线之后不到1个小时，赞数就已经破万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拍第二集啦。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第一集的话呢，可以先到这边去看一下哦。游戏规则、比赛方式之类的细节都在第一集的影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啦。简单来说，就是参赛只要蒙上双眼，只用听觉来捕捉敌方的位置，就用手上的 Nerf 枪精准的打中目标。那么因为上次比赛的经验了，所以这次在游戏的进行的细节上做了一些稍微的调整，而且参赛者这次也增加到了10人之多啊。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立刻来看看这次有哪些参赛者吧。啊，这次来的人有这么多。来进行一下规则讲解，还有枪支操作教学。我们先来一个快转。来 ，OK。那以上就是这次的规则，我们进入第一场比赛。其实呢，最近长大之后呢，就还蛮喜欢玩弓箭手的。其实弓箭手跟枪手，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啦，都是一个瞄准。而且上一次呢，我第一次接触射箭的时候，就射出一个非常优良的成绩。我相信这一次呢，我可以一枪毙命的。然后不知道我的对手是谁，但希望不要打到他的重要部位。大家最会打枪的，等一下不要碰。好 ，OK， 裁判开始移动位置。我很接近吧，刚刚没有。复赛就打得如此难分难解啊，这样才好看呢。好啦，那我准备裁判移动，移动。Why？太难了，不行，我也这样了，不能变啊！你丑一，你丑一。但是算牛被战败，为什么？因为他刚才一只手这样子，到处走人，他用手到处走人。It's been a long day. OK， 你知道刚刚是什么问题吗？因为规则是不可以这样嘛。嗯，说哦好，那我不这样，所以我就这样。我说不可以物理探索。哦，这个名字太难了，这名字太难了。上一次我算输给了鱼竿，屈居亚军。但是这次我卷土重来，我苦练我的剑魂色，这次绝对冠军的。我看你们是不知道，我上次在夜市有多神准。我跟你讲，他只要就是我真的是只要学过一次，我那时候我就跟你讲，我那时候在想什么。二场不能物理探索，你太学太多了，不能蹲。
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这个 round 是胡子对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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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可是上一届的冠军啊，但是我没有把握这次来能不能当冠军，但是我觉得这次来的大部分都菜鸡，他们搞不好连枪什么都不知道。好，我们今天要比神枪手，而且是要蒙着眼睛的神枪手。在阿金那个频道里面我已经讲过，我那时候以前小时候练的是什么剑道，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在国中的时候练的是什么枪道，有枪道这种东西。看看拳的，有吗？差一点，没看，都是擦肩而过。经过 VCR 确认了之后，虽然说凌晨有被打到，但是鱼竿自愿认为，对他的中文也不太好，他自己自首他犯规，因为一定要移动。好，鱼竿我不会辜负你这次的。全转。What? What? 没有。上一次大家都说我体积就会失败，哼，那是我根本还没发挥出我的真实力啊！我今天就是不会在第一场就输掉了 ，OK？ 今天是说好要来拍胡子的影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有一个游戏这样。啊，我原本以为胡子会跟我们一起拍，那我们坐在那边聊聊天就好的东西。我没有想到会这么麻烦，就是还会有分镜，还会有脚本。没有脚本，没有脚本，没有脚本。点开始旋转。帮我用英文跟他解释一次。You have to keep moving. Okay. Right, and then you can't use your body to scan the area. Oh, okay.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不能蹲下。不能。哎，我没有蹲下。手还蛮难的，
有些人会用假动作，哎，就是从这边笑，然后偷偷跑另外一边，然后枪就会往那边射过去，所以等一下就往反方向射，只要有人被我笑中，就往另外一边打，这样对吗？我觉得我赢定了，我已经闻到了胜利的味道了。OK， 还是好路。La donna è mobile, qual più malve...哇哦！他有打中，他有被打中吗？什么好像都有哎、欸，他有吗？都有打中。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应该比这个哎、欸，我们两个的默契比较适合团结一致。对啊，对对。好，请开始旋转。哇，你走，开始旋转。中了，中了，我不知道。哎、欸，我其实只怕他打到我下体，我超害怕的。再来，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二轮比赛。那刚才我们说到第二轮有特别追加的规则嘛？那我现在去拿那个追加来的东西。稍等一下。总之呢，透过 VCR 确认，两边同时开火，同时打中对方的袖子，哇，真的是高手对决啊！准备开旋转。我这边看到的是九个先中弹的。你的筋膜真是不太行了，你给你看看，连续我也是，好了，再来哦，我们最后就是我们的决赛了，决赛就是我们连战两胜的鱼竿，第三战对手是谁啊？我的是，是呱呱。OK， 那我们最后的决赛准备要开始了，那因为是决赛嘞，所以我们恢复到三战两胜，好不好？给大家最公平的比赛，好来，准备。
来，请看旋转。中中中，拿到包了，中包！来，三战两胜，目前由鱼竿先得一分，请就位，开始宣传。好近哦 ！What？ 所以我冠军了吗？对，我是你冠军了，你有冠军。我觉得这里有很多新参加的人，我觉得大家都意外的还蛮有天分的，超像霸嘴会讲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有那个就是进步的空间，因为大家其实都其实这个听音辨位的能力都蛮厉害的。好好加油就可以。对，但是如果下一届如果有那个英文说明书的话，会更好。好啦，总之我们恭喜我们的冠军鱼竿。那以上就是这次的第二届气息神射手比赛啦。那当然呢，这次也有气息剑豪比赛了。这次气息剑豪比赛那边啊，阿金那边啊，要点这边进去看哦。然后除了要点进去看这支影片之外，也要去这里所有人的频道看，然后记得要订阅哦。然后他们的新歌上架了，来打一下。上架了，那记得要去听一下哦，在很多地方，在哪里啊？全世界，到处都听得到他们的歌，记得要去听一下。OK， 总之呢，非常感谢他们今天匆匆的跑来跟我们玩这个游戏，真的是超好玩的。那再来呢，如果这支影片，我们这次门槛定高点了，我们这支影片如果突破30,000赞的话，哇！ Yeah! 30,000赞的话就会有第三届，好不好？ Yeah!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如果喜欢我的话，别忘了订阅、赞、分享、留言，有更多人可以多看一下。大家拜拜。Bell. 哎，你这是叫我下一届邀这个人的意思吗？对。